能不能不要说对不起我，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，你给的理由我都懂，因为我也曾经用过，能不能不要说都是你的错，现在说我的好有什么用，我了解你想要的自由，所以我放开手让你走，我不是个好人，只是想找到最适合的那个人，也许在这过程也无意地伤了别人，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人，我只是个想找到幸福的人，但却总是一个人，说都是你的错，现在说我的好有什么用，我了解你想要的自由，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只是不想。